想要再看一下 Queen， 因为我觉得你走路出来有问题。对，你再走路出来，让我们看一次。OK， 我觉得走路太拖，让我感觉你有穿高跟鞋，但其实你没有，走直线的感觉。好，五、六、七、八，有比较好咯，好很多，好很多。All right，OK，这个你有一个这个对不对？让我看见你的头。这个帽子很碍事哎，就没有办法让你们尽情的甩，对不对？你要怎么样？又可以甩，还真的不能甩，会害到你。我想要你一开始不要戴帽子哎，我们试一次没有帽子，放出来给我看哈。五、六、七、八。All right, OK， 好很多，好很多，好很多，但是利落度要更多，因为没办法，你是这首歌的一开始。那其他我没有什么好挑剔的，你们超棒的。我是林哥世代滴滴五二的首席导师杨丞琳，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就可以看到最新最独家的滴滴五二影片哦。